手影老虎归不进，那是我的小妹又从你来，生来我小妹真幸运啊，我横向挑选为着社会大大地位理所当然，一年得到一天升天，如今我小妹却培养梦想，如今我把风景搁穿在来为着个孤大大地位，剩下的只是逍遥自在。为天早刚来爬起，我就烦恼，总烦恼跟啥样？烦恼什么？烦恼讲钱要哪开啊开会完。逍遥自在，文不把关，见着本国国，更加尊重我有三分。今仔日早刚爬起，心想要招家风，来去外面的所在游山玩水。两滴解我心闷，里面多才快来，来呀来呀来呀！奇怪个姑，唔知你叫我啥物代志？今天你们家长出差，算来是闷闷不乐。哈？你心肝头暖暖的着无？啊暖暖的着，爱叫医生来你看嘞。你这里暖了，我这里暖。我是讲我是肝头闷闷不乐，规工关伫厝内底，感觉真无聊啊。哦，原来就是安尼，拢闭伫厝内无出去呢啦。哦，我就知影国柜啊哦，你的个性哦，较爱出去外口喜欢，对不对？讲什么喜欢？无啦，因为本国古堡生出烟斗潇洒飘飞。嘿，对对对对。本地拢拢同人知，所以我才去外面的所在，我就要顾你，我看外面啊。啊，应该应该，我这个在造访大家呀。你这美男子，都爱让大家人知呀。我上来听下你讲什么，不管我听你听个热心，我看你怪成功兵。所以嘞，我今仔日是要来外面的所在，游山玩水。啊哪里啦？也是我们中国古年纪中小。这个嘛是适婚的年纪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应该买个适合的女子，会当去外国为夫。哦，安尼应该啦。看吼、哦，出去看迄落，迄四姑娘啊，对一个吼、哦，你较大目的，会当坐坐转来哦，陪伴国姑爷吼，你会先考虑当然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阁叫媒人甲你介绍。别别别，迄媒人是好女人，啊，我袂介绍，我无介意。不介意哦，好啊好啊好啊，啊无国语啊，看你要去倒位啊，我对你的身躯边啊，我做起来去。好，既然是安尼，那么呢，阿东带路，咱来外面说说游山玩水。国语啊，你个死啊，我大呀！爸，什么呀？我倒来有你大，是你讲啥？哪有？是跟你讲的呀、啊？我讲你随我来。啊、你讲好好啦。哎，捡一支水去。道风啊，去止牙啦！止牙，讲一个看嘴齿足疼，我唔敢。带路，啊随我来呀、啊！好、哦。